就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全。那个现在我在那个北宜的绝影咖啡34K 这边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是大家会坐下来喝茶聊天，然后拍追焦的地方，然后跟他们店内嘛。然后这边就是今天的活动，骑士来了的活动啊 ，Liquid Molly 主办的。然后他们有展示一些他们绝影的车吧，这个我不确定是谁的车哈，啊也有 Liquid Molly 的车。然后我们继续往里面走。哎，你看，这是 Michael 叔叔。哎，你今天要干嘛？你今天来干嘛？今天来做 BFS 啊。哦，真的，啊、开法拉利来做，超棒。啊、哦，然后这边就是 Liquid Molly 的摊位，然后有展示他们的机油啊，然后跟一些添加剂在现场卖。然后这是他们家超最正的 SG， 来看这边。好，谢谢。然后这是今天的主办单位，不要拍我。主办单位不能露脸吗？发胖不适合入境。啊，你本来就胖哦，不是啊。然后这边是山羊，这边是山羊，好、哦，然后有展示 DRG、JDSR 跟 Vito， 好，然后他们的摊位上面有那个正品。Hello， 最正的山羊 SG， 然后这些正品是怎么处理啊？大大帮我解释一下，下午的时候只要来这一边上传打卡，上传打卡，对，我们下午会公布我们 S1 的官网上面会公布我们详细的一点的时候会详细的情形，就来我们这边跟我们的 DRG Z Fido 一起合照跟修个合照，上传到 S1 的官网里面，然后我们确定之后，我们这边就会赠送我们今天的赠品。哦，好，感谢，再看一次赠品哦，不是 SG 哦，是赠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哦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边，这边是吉雅有展示车哈、哦，401吧，这应该是401，如果没看错的话，还是701啊？哇塞，好凶哦，都磨到了，酷毙了。好，然后有展示吉雅的一些周边商品啊，就是衣服啊，然后钥匙圈啊，还有他们家最新的前叉，哦，整组都是他们家做的，就不再是内管组了，哦，的外管啊，到内管，然后到阻尼，然后到这个下座，全部都是他们家自己设计开发的，然后还有自己制造，然后这是他们家的鸭舌帽哦，做的蛮有质感的，然后跟各款式的避震器。好，欸，有兴趣的车友可以上来看看啊，然后我们去看看这边，然后这边就是 NGK 哦，有展示一些他们家的火星塞哦，新的，这叫怎么念？鸟合金。鸟合金。Yes。目前最新款的火星塞。哦，然后这是这边它的示意吧，它点火的。看下去要可以看它的题目。哦，我看一下，这是正常的，然后这是鸟合金哦，非常的集中哦。好，然后你如果来这边他们的粉专按赞，然后跟 IG 追踪，就会送赠品。那请问赠品是什么？赠品，哎，赠品有什么？赠品有赠品。哎哎，陷入一阵慌乱。哦，赠品是这个 NGK 的钥匙圈，对，好，感谢，还有贴纸，贴纸是来就有送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，感谢，这样我知道了，因为我等一下会po网路，谢谢。然后再来这里是象牌轮胎，然后这位就是我们永远都会出现的车友，哎、欸，你知道你已经出现到就是。被人家干掉，为什么？你太常出现在任何地方了，固定班底嘛，好不好？太好笑了。这边是象牌轮胎，然后这边有展示他们家新的轮胎，哎、欸，这一款是什么 ？Cruise Tech 哦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有他的那个一些介绍哈，大家自己看我看一下，我懒得念了。然后。就是有展示很多轮胎啦，然后这里有什么速克达胎，这也是大家自己稍微看一下哦。Loader Tech Scooter
然后跟什么？看一下哦，这里是 Supporter Take Street， 应该这样念吧？我怕我念错，大家自己看哦。好，然后这位是今天的 SG 小猫，小猫很久不见的猫儿，对，赶快上来北一找他，这个跟他一起拍照哦，按赞打卡的话有送赠品哦。对，然后大家赶快来找他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这是今天来的骑士来的活动，那有空大家就赶快上来，我也会在这边大概会待一天吧。好，那大概就先这样了。然后这就是骑士来的活动现场，那大家就是赶快上来吧，我在这边等你们，拜拜。